今天推荐一部2021俄罗斯最新上线的超火爆二战大片《最后的前线》。1941年，德国装甲部队进攻莫斯科，已经兵临城下。波多尔斯克军校学员被紧急派往伊林斯基防线，与苏联第四三军一起在莫斯科的郊外拼死血战，阻止德军向莫斯科的推进。壮烈忧伤，热血流淌，俄罗斯电影仍然有那种厚重的史诗感，战斗场面真实劲爆，装备道具非常精细，这样的好片可千万不要错过了。Кофе свари, пока еще спят все на свете.